有了有了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好了。哎，老妈，现在是谁要唱歌啊？萧晴晴，萧晴晴，快点啊，唱歌，杨俊凯，杨俊凯，萧晴晴，萧晴晴，来，请鼓励吧，生日快乐，谁 B 八十岁？生日快乐，我下次咳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下次咳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不要按，我还要下课啊！不吃不吃不吃不要喷口水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高俊来唱歌啊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耶！谢谢，谢谢，交男朋友。许愿好了，我许好了，然后他就要许愿。许了吗？你许了吗？许了吗？就不许，不许。他成为冰上悍将，冰上悍将。吹蜡烛，吹蜡烛，吹蜡烛，轻轻吹。一五六五三七。好了，你自己吹，自己吹。一起，一起，一起，三。哦。吹蛋糕，吹蛋糕，哇！耶！哈哈哈哈好啦，好，让你先咬一口。这个超好吃。小口一点啊，小口一点啊，小口一点。这样就50块。三姑姑，三姑姑，三姑姑，好辛苦啊，好吃。三姑姑，另外一个抹茶。你昨天买几个？我不要。他昨天买几个？茶给你，三个，茶给你。可以口味。第一个里面有巧克力。哎，一口，一口，一口就5块。不要我。滑入镜，滑入镜。还好在我手上。然后就是去分一下那边那边。快点拿，先拿高君，先拿。不行，要吃就去拿。大哥，你又不叫我们乖啊？对啊，大哥听说爱用这个手啊，还有两个人高君，拿什么？高君，您吃吃一口看看。哦，好好吃。你有吃绿色的吗？我还没吃，给一个，给一个，不是开心果的口味吗？然后那个海水啊，不是啊，抹茶啊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我看到昨天那张单子写开心果口味啊。哎，还有一个风筝呢。我没有吃过，今天没有。什么呀？还是开心果，你漏掉。又是巧克力，巧克力好吃，巧克力也蛮好吃的。哦，很像布朗尼的感觉，它比较软。对对对，我昨天有吃。很像布朗尼，它比较软，一般比较硬。红色是什么啊？红色是还是红色？对啊，不管是什么。好像是草莓啊，是抹茶吗？草莓。啊，秀。